那么，它的智能。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血糖监测小能手。 输过来的血糖数据信息，这个动态血糖。
讲是高碳水的食品，所以升糖会比较快。我的是低碳水的食品，所以相对来讲升糖会比较慢一些。动态血糖仪能通过葡萄糖传感器监测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的技术，为用户提供连续、全面、可靠的全天血糖信息，并可以通过蓝牙实时传输数据进行可视化阅读，了解血糖波动的趋势和特点，发现不易被传统血糖监测方法所探测的隐秘性高血糖和低血糖。过去来说，这个血糖的监测呢，通常我们是用全天七次的血糖监测方法，就是三餐前、三餐后的两个小时，再加上睡觉前。那么这种数字糖运管理的时代，就是我能掌握患者全天24小时对血糖的变化。轻轻一贴，随时随地就能够查看自己和家人的血糖浓度。这款动态血糖仪不仅开启了血糖监测新方式，还在糖尿病的治疗及并发症的防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AI 虚拟互动旗舰。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骑自行车不仅是省时省力的交通方式，还是一项高性价比的有氧运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骑自行车来锻炼身体，但是马路上的车流量越来越大，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也会给交通带来诸多问题。而我身后广场、健身房等公共场所进行推广，不需要走上马路就可以体验紧张刺激的单车大赛，这是带动全民健身的有力保障。